互相認識一下，就是話每一位自己叫咩名啊，係點樣認識啊？黃牧師或者係黃牧師邊個朋友介紹過嚟嘅，我哋一齊嚟為佢祝賀嘅。好，我哋先由第一台嘅朋友嚟開始。但係今日咧就時間有限啦，所以你哋每人真係講一句或者兩句，一句起兩句止。能夠在教會認識牧師，多謝呢一句啊！我都是通過神嚟認識阿黃牧師。叫咩名？叫咩名？小弟 Cliff Lam 梁天宇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杜麗莎，我是在社區嗰度，我哋一起做很多嘢，好多謝阿黃牧師的邀請，多謝大家。Hello， 我是 Drama 黃牧師的兒子，公子黃公子。Hello， 我是 Anna Wong， 我怎麼識佢啊？我朋友介紹的。哇，最經典啊！仲要講清楚先，我哋都想知道呢個秘密嘅喎。呢個係阿黃牧師的太太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， 我是參加團體認識黃牧師，咁啊祝黃牧師生日快樂。我叫 Jack， 我係喺教堂嘅，佢係我哋副牧師。我要清晰，我是通過微信識到黃牧師嘅，祝黃牧師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。漏咗個主牧師啊，星道堂主牧師牧啊，白牧師。可以我講咧，唔講一分鐘都唔得 ，OK？ 呢個兩分鐘。第一，我係星道堂嘅主任牧師，我好感謝曬，在一年大概一年多年前咧，黃牧師、黃師母嚟搭檔我哋教會。從此我哋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同工，我感謝神。我今年83歲了，好歡喜見到蘇牧師在這裡，大家有很多人說我都不止83歲，如果你說一句話不止，我請你飲茶。一陣間啊，牧師有仲有分享。